漫游基本法三对外事务中国香港。伯伯，你睇下呢度有部好大嘅电视啊！耶，金牌啊！金牌，唔通又有嘢牌？好兴奋啊！耶！呢个系呢个星球嘅体育比赛奥运会。这个地方的运动员刚刚代表中国香港取得冠军啊，全个星球的第一名，好厉害啊！我们回去 B392 星球之后，不如都举办一次这样的运动会好不好啊？就不是说不得，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做运动的哦。根据基本法第149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卫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以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的有关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各该团体和组织可根据需要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有关活动。根据基本法第15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的协议。而根据基本法第152条，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者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者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